假如巴萨签下他，那真是太棒了。梅西欢迎格里兹曼加盟巴萨。假如巴萨签下他，那真是太棒了。梅西欢迎格里兹曼加盟巴萨。天空体育引用梅西的这番言论，是不是在暗示着西甲会有火爆性的天王巨星的变动？如果格子真的转会到巴萨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？大家来猜猜看。格子会踢什么位置？梅西、格子、苏牙、MSG 组合，哇，想想是不错哦。马竞会不会这样想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。